要进入我们的隋唐时期。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呢，特别喜欢跟海外的朋友来介绍的一个时期。那有请我们的朗读者郭子俊。隋唐时期，581年至907年间，杨坚隋一统，运河通八方，高祖建唐朝，太宗平乱亡，贞观开盛世，武则天女皇，中原安史乱，民衰国运伤，前伏王莽反，朱温灭大唐，科举商贸兴，社会新风尚，四杰当时体，李杜诗名扬，韩柳文在道，药王千金方，五代十国乱，诸侯失纲常，梁唐晋汉周，藩镇敢称王，后梁太祖匪，后唐庄宗强，后晋儿皇建，后汉自灭亡，后周太祖明，世宗命不长，后蜀宠妃叹，悲惨在南唐，殿前都点检，陈桥披戎装，动乱70年，北宋扫乱亡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主席。